的，都吃不完。林奶奶太热闹了，嗯，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 Alex 国庆，快到了。如果你们都算来海口玩的话，那必须体验海口老爸茶的文化。今天给你们看一下老爸茶是什么 ，Let's go。来了海口，一定要到七楼老街拍几张出色的照片。海口老爸茶店很多，今天我到在七楼一家店，很兴奋。我们进去看了一下，他们有什么好吃的。巴茶是海口一种美食文化和生活方式，一到下午你就会发现海口很多茶店都是满满的，在家边喝茶吃小吃一边聊天。说实话，我在海南骑车的时候，我也很经常在某个镇找一家老巴茶店休息喝茶，多么好。林奶奶， Oh man, this is good。 这个就是他们的特色，是小南瓜，然后里面是，还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里面是芋头啊。哇，好甜。好像他们这里有一个特色棒榔布丁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棒榔是海南一种特色的植物，很特色的一个味道，好吃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走了，拜拜。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游客，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海口老爸茶的习俗。国庆期间，2024年首届海口老爸茶生活周会举办，你们要来吗？